最强大的敌人不是任何鬼怪，是因为小白不上来吃翔一样。哇，三个人我们要打那种两种特殊鬼，真的不知道怎么处理。因为他后来才出现那几只大只，没有，他其实一开始有，只是他隐身了。那我觉得应该要先解决他，因为另外那几只他还是会补血，所以不如先解决。要不然他真的炸弹后来越来越多。好高的楼层啊！怎么那么辛苦这么久啊？真的。我们上一次好像也是第五层死在那个炸弹鬼吧？没有啊，炸弹鬼我们赢了，我们是输在断线了。哎、欸，是吗？解决。啊！他在门口放香蕉太过分喽！他在暗示些什么？不会啊，蛮有智慧的、啊。可恶！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一楼而已嘛，没关系啦。该断了，那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我们永远脱不了啊！哎、欸，对，其实我们好像都是三个人，我们要不要尝试找个帮手？你要是你知道我上次跟哲平找了一个路人。那個、然后他一直不过来哦，你不要闹哦，你会更惨。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完蛋了，试试看啦。有啊，你在里面啊，你零分啊。哦，看不到画面。那个零分的就是你啊。那个零分的就是你啊。我看不到画面。哈？我这里有画面。我看不到画面。你是在认真还是在开玩笑？不是啊，你一开始进去人本来就看不到画面啊。哦，是啊。哦，都不了解我们。了我没有闹啊，我在讲认真的、啊。这应该跟 Switch 没有关系。最强大的敌人不是任何鬼怪，是因为小白不上来吃翔一样。没有，就你啊，没有啦。我在帮你们快速通关。为什么这个房间开不了？等一下，你刚刚开的这个门，直接忽略这一个房间的鬼。我急着想开门，然后这个房间的鬼是香蕉。辛苦你了，小白计划通，大家都辛苦了，大家都辛苦了。哎、欸，只有那么一只香蕉。哦，这个房间香蕉鬼我不抓。啊，是香蕉鬼啊。差哎、欸，还有十只哎、欸，那应该是有大房间藏了一堆鬼了。我猜是这里。哎、欸，哦，在这里哦，在这边打扫。人家只是去打扫的，干嘛？哎、欸，现在是不是剩我这里了？应该是哦。我这边已经没了，我这边已经在玩隐藏门了。然后剩四只，应该换你了。应该还有两只哎，喵他那边，喵他那边。不是我那边，不是我那边，不是那边，你不会想知道了。哦哦哦，精英战士是吗？哇，没有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不是，啊、等等我这边还有，哎、欸，我这边，你右上角那个不是哦？对，我要过来，我要过来，我过来了。哦、oh, ，对，那个有了有了有了，来吧，就你了，你最后了。哇啊啊啊啊！你也看到，你一直很想玩那个是不是？不是，我想说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就是精英怪哦。我喵他的睡衣。真假的？这样讲很恐怖嘞。喵喵啊，乖姐。啊。快点啊，喵他！我马上就断给你看。不要，你今天很棒，你今天很棒，好不好？我就烂，我就断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
好不容易我们今天有看到第十层的恐怖东西，对不对？真的吓死了，那个根本就是没有计算啊！我觉得这个更恐怖哎、欸，你不觉得吗？我们为什么同时三个人在一个厕所里？不知道啊，有没有人一起开包啊？好，先帮你开。你帮小白开包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意思我不太了解。是有什么意思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秒哈？我觉得听起来好像，我觉得你想说些什么？我觉得我们还是问题。我们还是专心吧，这个是要做提前。对啊，不要再闹了。专心了，我看到之前卡到折屏的贴纸。哦不！哎、欸，我才刚来、欸我东西被抢，然后一进来还被揍。红色在下面。哦，那我的好，我那天有那个，欸、你救了我、欸，你刚刚讲完之后，我差点踩到那个地毯，你讲完马上折返。哎、欸，哦，那是在哪里啊？我在这，我找到。我那个位置要绕一圈。哎、欸，你这边的黄金鬼抓完了、哦？抓完了，但是地上看有没有漏剪。哎、欸，我是走错了啊！白痴，我走错了。喵啊！干嘛啦？我只是来观光的啦。喵！关心情关麦闹。哎、欸，真的，你那个好难抓，你那个好难走。对啊，哎、欸，我到底要怎么走啊？我那个幽灵的那个是都清理完毕还是怎样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这个是不是隐藏房间啊？我根本没有路可以走进去我那个房间呢、欸。你看，你们看，我的房间没有门呢、欸。我靠！等一下，我的房间、哦、有了外面啦。外面吗？没有吧？大街这边，我靠！你顺便可以來，不是你也救不了我。我救不了你啊！我是真的救不了你啊！没有啊，你看那个大房间那里有一个小房，有小洞啊。哎、欸，奇怪，我的画面看不到有洞哎、欸。嗨。我救不了你，太黑啦、啊！你赶快去啊！我去，应该吧？有吗？没有嘞，没有门嘞。完啦！哎、欸，我觉得他这是 bug 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有，我好像有门了。好累哦！赶快去处理黄金鬼吧，我们还剩一半。哦不，怎么会在这个地毯里面？你怎么又中了？难受。哇，今天时间有点来不及喽。我来了，我直接击爆他。可是我们还差1500。洗什么下去？都洗都洗。哦不。哪有人家吸完那些大鬼还没有那个的？真的，这太夸张了！而且我刚开了一个礼包，里面全部只有金条，没有珍珠。哇！好难哦！好难哦！会啦，野团还是很多的啦。哦，猫王来啊 ，Logan 啊，罗根。他是配合我们的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一直三个人一起挑战，你要不要直接按啊？我怕他跳。换成我们的那个四个人一起，这次找了我们 Logan 啊，罗根。他是哪一位呢？Logan 请说话。Logan 没有在里面的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Logan。原来 Logan 是假警的吗？然后等一下 Logan 怒跳。我们要假装有这个人。没那么就你知道吗？就 Logan 在断线。没有，你可以用折子音假装是 Logan。我不要，我好累，而且我感冒哎。哎、欸，真的耶！但小白没有听过你的裸那个折子哎。裸是怎么回事？裸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大家好，我是 Logan。是这样吗？Logan 加油啊！那交给你了。好累哦，白银哦！哦，那个好强哦，那个可以哦。有帮助，有帮助，我感觉。
对啊，但硬要他断线，我还有 Logan 呢。对不起了，我被抛弃了。我发现这一关好有点累格，你们会吗？你这一句话让我非常 Logan。OK。完了，完了，怎么了？原来就怕三个人。好。好。可是我们右下踩按钮。好，我滑个扑。我滑个扑。你才没有哭嘞、欸！来来来，我们要去那个了，有有。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狂呼叫 Logan， 就看一下 Logan 是不是会玩的。有啊，他会，他会，他会，他懂哎、欸，他会。就只剩这一只了。上面上面上面，应该是吧？二八还少一只嘞、欸。小白，你把我撞飞。这件有完整吗？还没结束啊！哦，在那里抓他！这是围殴现场，好恐怖哦！哇！哇 ！Logan 好会啊！哇 ，Logan 620 ，Logan 可以。我觉得可以啦。他就说他妈叫他睡觉。没有没有，我觉得在这之前可能会是喵哈先断线。不要闹了，现在很棒。然后你就会发现 Logan 二加入。网路线了。对你现在很棒，不要再闹了。哦，哎、欸，我对我们今天都没玩到这个呢。对，我们今天玩到第十层都没有碰到这个，还有嘎。真的，就是那个泽平很雷的那个。你就是你叫我进去的，我叫你不要进去。哦，还敢冲啊！我这边有第一只绿香菇人，我这边有一只蓝香菇人。蓝香菇好像在修仙的人。我觉得有一个人好像踩到了一个，好不好说。没关系，我们有，你们有三个人，加油，真的进去了，香菇。哦，我拿到全地图了。哦，我要去救小白。没有，我要先去找小白。我没走，我去救就好啦。不是，因为他的隔壁房间是那个香菇。小白，对啊，交给我们就好了。冲啊，抢香菇。还有哪里有香菇？就我们这儿，然后下面，然后那个，右下角那是谁啊？中间啊，中间的那个电视机左边的那个房间有红香菇。所以我这边没有香菇。不是，右边往右走。好的。因为你跟那个 Logan 的头我断线了。哦不，为什么你们好像会断线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但是大部分的游戏都不受影响，就只有那种少部分很敏感的游戏会影响。敏感的游戏，敏感的游戏，我们已经感受到它的敏感了。它非常的敏感，只要一碰它就啊啊，这时候我就可以去吃我的四种啊。是他故意的吧？他故意把那个网路线没有插好，你知道哇！他故意把那个网路线插，就是比较脚趾头夹着网路线，断、啊、线了，不爽就把它扯掉。对，然后开始断线，就开始吃四种。耶耶！喵啊，快回来！啊，我在等待进去啊，可是我的四种还没吃完哎、欸。你现在在里面了没？啊，我看我还在倒数。罗根的分数瞬间到3100耶！哇塞，罗根好猛哦、喔！在里面了，对不对？大概吧。可我嘴巴还有东西，吞下去了。可以可以、啊，所以多找一个路人就是来补喵他。哦嘎嘎，哦不，嘎嘎最出问题。可是多找一个路人，你要想一件事哦，我们的金钱观会变成要找10万块。还是10000块。好，所以你第一前关绝对不能断线啊！啊，这里是那个哎、欸，锁住的。你第一前关断线就完蛋了。今天关断线就你们加油了。没有，我们就要找10万的。那就球大了。钥匙在哪里？嗯，他是不是在这个位置啊？哦，哎，please， 太快了啊！交给 Logan 救你了，我们家 Logan 强了。这超小尖的、欸，因为 Logan 不救，就好笑。有 Logan 正在救他。
这里有超级扇门。哎、欸，为什么刚刚有看到？哦，你钥匙？为什么会有啦？你在卖萌吗？不是啊，是两。小白，你是故意的、啊？他应该是故意的啦。在做效果？你们在做什么啦？你效果做太多了。你已经很可爱了，不能这样好不好？不是你们，你们完全不要听我解释。你只要上来吃，想家就更可爱了。到底在讲什么？哎、欸，阳台是不是就都不会有乌鸦？好像没有，因为他们会往外飞嘛。嗯，有道理。有没有觉得很有道理啊？有哦。哎、欸，这是嘎嘎关。我还没有碰到跟鬼一起的，还不错啊！我刚刚第一个就是跟鬼一起的，害我一直狂揍。鬼应该不用打吧？不用打，你只要揍嘎嘎就好了，或者是对着他嘎嘎。嘎嘎嘎嘎！哎、欸，我都是碰到跟鬼的嘎嘎了。哎、欸，他们也穿得很 Lady Gaga。啊，嘎嘎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还剩一只。然后那边，我找了，我找了。对嘛，太对嘛！哇，我的分数好棒啊！有 Logan 真的差好多、哦，真的。不过我觉得 Logan 真的还蛮会玩的，所以到时候碰到那个特殊鬼怪，应该也不用。我们马上加好友。你认真？结果他跟你说，就下一次怎样？下一次看不到喵哈了。我就知道你们会在那个时间玩这个，我就知道。难过。下一次是 Logan 这样。那好，欢迎我的新朋友 Logan。我的道具被 Logan 抢走了。啊！哎、哦，不用再找他了。黑包。超凶！哎、欸，我的这里的房间香蕉一直生呐、啊，打完三只还有三只啊！加油，你可以的。哎、欸，我又打完三只，又生两只，怎么回事？那你那边就是香蕉房。我跟你讲，这里已经没有地可以踩了耶。你那边就是香蕉房，然后 Logan 一看到我就走掉了，我觉得有点难过，因为他觉得他知道你也会断气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还我地图啊！哦呦，哇，这一关！哦，这个房间怎么还有啊？哎，这个房间我已经打了快十只的香蕉鬼了，太夸张了！地板上的香蕉我有没有破20个啊？啊，我不玩了，太多香蕉了啦！你到底通过了没啊？我跟你讲，这个房间真的很夸张，超过十只的香蕉鬼狂生，又是香蕉！会不会有人在下面的评论写说你们这个游戏香蕉一堆？真的，你通过啦，很棒啊！剩一只啊，你那边吧，没有，我这里没了，不要再给我香蕉了！哇哇 ，Logan， 从此怨恨香蕉，一个人差好多。哎，特官哦，特殊官，特官，客官 ，Thank you， 你左边，我去右边。我去厕所。你是说真的还是假的？假的，不是啊！旁边一开就厕所，我也没办法、啊。哦、oh. ，哇 ，Logan 拿到那个耶，超强吸尘器，好他了，就交给他，我们就耍废就好了。我们现在战力雄厚啊、哦！不要黄色的，不要黄色的，黄色的啊！这个谁？这是那个？糟了！等等，我们要动吗？哎呦，太扯了吧！这是有 Logan 真搞哦！抓起来甩！天哪！哇，快死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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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！说他们快死还是我们快死的？两个人都有。哦，我跟小白解决一只。还有三只，哇！后面，吸他，我吸到。他感觉比较厉害。哇，后面还有一只。可以，我们先解决这只。哦呦！哎，他在哪里呀、啊？不敢面对啊！哇！时间充裕。
别怕，别怕，别怕！一起解决他，对他。欸、其实你两个一起打很快。对啊，哇，我剩19滴了。我也是。我们剩这一只、欸。来吧，追他，追他。Nice！ 耶！突破，突破！希望第十层不要再是他的野人，拜托。我们终于血死了。Logan， 一路有 Logan， 一路有 Logan。你根本是想要跟他告白了。我爱 Logan。哎、欸，这里有鬼，怎么没有人要打？嗯、那个、哦、是 Logan 开的房间。丢给我啊！泰迪都只专挑大只的来玩，他比较喜欢大只的，比较有感觉。他喜欢健摔起来的时候，但是应该带他去挑战健身房。他会不会就趁我们都在抓别只，他自己跑去健身房？我就想奇怪，你分数怎么突然那么高？老梗在干嘛？跟我抢我的鬼啦！我就差一只而已。哎、欸、，Logan 都把鬼开完就走了、欸，你看右下角。哦，他一定要专挑大只的，他可能知道你们可以。哦，不是，这个是大鬼房，他不要，白痴哦。我刚刚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东西，就是我这个房间有蜘蛛，然后我摔鬼它就转一圈，然后我一摔鬼它就转一圈，所以它转了三圈。你说很多蜘蛛啊？蜘蛛。蜘蛛在转圈。蜘蛛在转圈。这样又是何苦呢？可能是在练翻筋斗吧。完了，他累了。不是吧？完了，完了。哦，我的在附近而已。我的不知道在哪里。我去看那两边。哦 ，Logan 跑来撞我哎。然后他就走掉了。蓝色在上面，右上。哦，好远哦，哲平帮我拿过来。不是，这里也没钥匙。Logan， 你也在里面。看完了，我觉得 Logan 在。那个，不好意思啊，没有吸尘器救不了你啊。我被夹住了。不是，我觉得 Logan 开始完蛋了。他开始呛了、欸。他已经不是你认识的那个 Logan 了。没有吸尘器，你说话了。我说没有吸尘器是没办法叫分身。对啊。你知道他那个困在监牢里面吗？谁？哦，真假的？肯定在监牢里面。可是问题是他在监牢里的话。他是怎么进去的？是啊，他不能进去、啊。因为不是要完啦、啊，卡关了、啊。右边啊！哎、欸，完蛋嘞，怎么办？要找、啊、努力中。不是，右边的阳台的，还有按钮。然后 Logan 现在没有吸尘器。你是说他的那个吸尘器是在那个牢房里面了、喔？对啊。所以这是 bug。哎、欸，对、啊，他这样进不去、欸，还是有人可以？哎、欸，不对。那应该拿不过来吧，吸不过来。靠！他没有吸尘器啊，这是 bug 啊，白痴哦、喔。那里面有什么可以把它打开的？看起来不像有啊。啊，真的有啊！哎、欸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哎呦哎呦哎呦！你龙哥，快点，快点！啊，哦耶！我在猜啦，应该是我们要去踩那个房间，然后我们可以拿到那个钥匙了。啊，时间快不够啦！不是，哪有人在搞这招的？左边，左边，小白去左边，我们要去左边。听到哎、欸，要分批行动了，要分批行动了。应该也只剩那个上面了吧？钥匙应该在这里了。还少啊你？还是其实都在这一间啊？哎、欸，对啊，感觉都在这间呢、欸。现在钥匙是障眼法、喔。不一定哎、欸欸，有时间。一样啦，挡路啊！哦呦，我到屁股后面。OK， 有钥匙。没有，你先不要照他，先不要让他出来，要不然。不要照他，Logan。
现在他不出来，我们吸不到他。哎，我先去找钥匙啊，这件交给你们。啊 ，Logan 之旅要在这边拜拜了。哇，惨了。右下角。哦，应该是最右下角那，不是阳台，阳台没有多这边啦。哦 ，Logan， 拜拜。再见，再见。No。Logan。哇，我们这次。应该算是被地形，他这个地形太那个了，那个太的。对啊，啊，只能下一次再战啦、啊。好难哦。